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乌鲁木齐的阿拉帕提，我是一名土生土长的维吾尔族小伙子，今年24岁。2015年，我远赴西北大学求学，享受到了优质的教育资源，感受到了良好的高等教育，所以我毅然决然地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家乡，感受到了家乡的飞速发展。